Omicron 病毒亚种 BA4 和 BA5 开始在法国全境扩散，暑假才刚开始，第七波疫情已经来势汹汹。If you don't want to be infected, then a mask is needed. It helps restrict circulation of the virus, which is a threat to those more vulnerable. A surgical mask provides protection from infection by more than 75%.七月第一周，法国确诊人数七天内增幅已经飙升到57.8%。尽管当局并没有打算重新恢复健康护照等限制令，但是呼吁民众别掉以轻心，避免暑假期间出现医疗饱和，也建议在大众运输等密闭小小空间内重新戴口罩，再度引发两极看法。You just have to deal with it. Masks have been worn in other countries for years. People who are ill wear masks. It's not pleasant, but you have to accept it. It would be unbearable in summer. I'm vaccinated. I heard it was going to be like the flu. 耐人寻味的是，民调显示，如今有超过七成的受访者希望法国政府再次规定大众运输强制佩戴口罩。然而，符合第四剂疫苗接种资格的高风险和高龄族群，还有近600万人尚未接种。此外，也有专家担忧，到了暑假，民众会把防疫规范抛诸脑后，使得9月和10月出现另一波更大的疫情。而在酷暑下，疫情也升温的，还有日本。その増加傾向が加速しながら増加局面に入っているという認識ですので、まあ今後もしばらくその増加が続く可能性があると。目前日本47个都道府县已经有42个都府县确诊数不减反增，原因之一就是主流病毒株正在逐渐置换为传染力可能更强的 BA5， 预计到了7月下旬占比将会超过50%。但是近期日本多地也飙出摄氏40度的高温，中暑患者激增，让医疗量能形同腹背受敌。专家警告，在民众放松自我克制的情况下，新增确诊病例还可能一口气增加。环宇新闻卢小平综合报道，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